请问你几个兄弟姐妹？我就一个亲弟弟，小我六岁。所以你们两个就是两姐弟而已。对，一男一女就是个好字。没错。是的，那爸爸妈妈是谁讲话像你这样子？没有，我的外婆声音也是比较细的。是的。所以现在外婆几岁啦？今年要88岁。她讲话还是这个样子？对，就是细细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今天丫头你带了什么东西来？好，今天我要带是我曾经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。哎呦，是恋爱吗？男朋友？就是一段那个美好回忆的一个纪念品。真的？那怎么舍得拿来？其实原本我压根都没有拿来耶，是经纪人跟我说你就拿那个来，因为他觉得我要忘记他才会有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好，知道了。失恋的什么什么东西？对对，这一群失恋阵线联盟他们带来的失恋纪念品到底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快乐宝贝。哇，你好像都先日本买的小商品。那这可能要请丫头替我们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这怎么啦？这个其实叫做森林家族，然后是那时候跟之前的男朋友，他就说因为我们在一起嘛，就每一个月买一支，就纪念我们每周月。然后等一下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九个月就分手了？没有，30个月。我们在一起，那不是一个月买一支吗？可是，就你知道男生吗？可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价钱，他一个要550，太贵了，所以两个礼拜买一次。没有，就男生再就改一个月买一次，对，30个月就2年半呢。对，差不多。2年半你总共获得这些东西？就9个月，就热恋期过后，就是男生就是会变。其实你会这么样的珍惜他，但你那个前男友到底珍不珍惜这些东西？他很珍惜我，这样就够了。珍惜你怎么会把你抛弃？他怎么跟你讲？我忘了，哎，好像他就是很冷静的说，那我们分手吧。而且他在分手之前还打给我两个很好的姐妹，就说，哎，我要跟丫头分手了，然后他怕我会就是想不开我什么，所以先跟，对，他先跟你朋友讲，在这段时间希望他朋友可以陪你，所以叫你的朋友都先来陪你。对，那你朋友没有就先偷偷告，哎，你男朋友说要跟你分手哦，没有，但是因为我。因为其实前男友是很担心我会就是忍住不跟别人讲，就自己难过，所以他就是有先就是也有跟家人讲，然后也有跟我的好朋友。男朋友敢跟你的家人讲？先跟弟弟讲还是跟妈妈讲？都有吧。所以我相信在这段过程里面，他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人哦。对，他敢先跟你们的家人、父母、长辈都讲了。你的家长没有讲哎，他是讲说可能个性不合。那我就想说哈。是我不好吗？是我就一直说我会，就是你不喜欢我什么，我会改啊，是我不好什么的。不会，你很好的，你会找到更好的。真的，像我也是单身。第一次，阿庞爱的大告白，丫头，要看了。你连我来说很难的，谁告白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呢？而且这么多观众，你在拍谁的烟花里面耍不好，三十几岁啊呢？来，手借你亲一下。我们是不是？他在表态了，他在告白了。那告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来，那个老师给我们一个比较有 feel 的音乐，然后你让你真的来告白，看会不会使他有点心动。来，好，丫头。要看的，你连我来说很难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才很像阿爸的，叫你找个丫头。这个什么大胆气啊，这是的。丫头会笑场。要不要，我先给你试试看。我的问题不要了。来，不是啊，谁告白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呢？而且这么多观众，你在拍谁的烟花里面耍不好，三十几岁啊呢？来。来，手借你亲一下。别看呐，真的别看呐。现在警察他真的很害羞哎。来，那我当成他的家长好了。来，干嘛？笑脸的冲下，讲来。什么代志啊？为着10万块，明仔你都免出勤了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蛮喜欢丫头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两公算了。这太难了啦，不能。喜好啦，真的。太难了。
机会了都还不行。所以你看，告白需要勇气，分手其实也是需要勇气。那这些东西啊，我们丫头拿这些她曾经爱的过程，要来换什么呢？冰箱好了，这样我可以装比较多食物啊。那你冰箱比较小啊？他已经不要单品了，他一个储藏室，各位。储藏室啊！我先告诉你哦，你真的是哈胆子非常大。60秒，快问快答。我看着你们两姐弟哈，这样，你慢慢的讲啊，快问快答可以答好。我再不太相信，真的愿意吗？60秒，快快答，可以吗？有信心，真的哦，有信心。如啊，其实我认为你可能希望你姐的这些赶快被没收。没有，这是他的回忆，不能这样。啊，是的，不过你的经纪人也是好，这个好意一片哦，一片好意，希望说你忘掉了过去，未来还有更好的。丫头用她过去的回忆，要来换我们的高级冰箱，我们到底换不换？没问题。好，今天在现场这台高级的电冰箱不但外形时尚，而且它的功能非常的齐全，绝对是家中的好伙伴哦。到底有没有机会？马上来进行我们的60秒快问快答。快问快答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只要在60秒内完整答对8道题目，就可顺利过关。你看姐姐帮你闯关，你来拿冰箱，想不想要这个冰箱啊？想。里面想要冰什么？冰一些冰淇淋啊、汽水之类的。不能在那里按摩补液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不能讲垃圾食物，这会胖的不能冰太多啊。哎，冰棒也不错，夏天哦。夏天。哎，我以为在讲猪脚啊。推口啦。推口吧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对姐姐有信心吗？有，我相信她可以。真的吗？压力好大。我觉得她有点不可以。我们帮她加油一下好了。丫头，加油！丫头，加油！丫头。加油！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家拢有在选技的，拢知啊。好，丫头，准备好了。好。好，预备。开始。华裔球星林书豪是休斯顿的洋基队、火箭队还是巨人队？洋基哦。请问海绵宝宝的家是什么水果造型？海绵宝宝，那个海绵。电影《少林足球》中的大师兄练的是什么功？《水浒传》里豹子头指的是陈冲、林冲还是关冲？关陈冲。电影《熊八之中的熊八猛指的是什么熊？熊。满汉全席是哪位清朝皇帝大寿时所准备的菜肴？康师傅。中华年华指的是几岁的女性？18。鸵鸟的脚趾是两指还是四指？两指。知名美食月亮虾饼的发源地是哪里？月亮虾饼泰国。发明电灯的人是贝多芬、爱迪生还是牛顿？爱迪生。请问全世界咖啡产量最高的是哪个国家？咖啡，伯朗。美食东坡肉的东坡指的是谁？东坡先生。好吃的甜点提拉米苏源自哪个国家？法国。请问孔雀开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求偶。请问现任立法院长是谁？立法院长吴锡堃。公公。公公？什么公公？15题猜对三题，来，我们请问你哦，立法院长是谁？不是吴锡堃。小学生的什么？谁叫吴锡堃啊？谁是吴锡堃啊？立法院长哎，那我请问你哈，戴眼镜的。等一下，我先请问你，总统是谁？马英九。没有。行政院长是谁？戴眼镜的。你这个人是谁？完了，你爸爸是谁？我爸爸是谁？好傻好天真的丫头，阿庞真的好喜欢。